永清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讲快筛阳性，讲早起起床感觉怪怪，然后痛痛，赶紧来做快筛，结果是两条线阳性。黄珊珊讲，这是约会到的代志，早都有心理准备。伊甲今仔日的行程拢来取消，咧等 PCR 体检。啊，来回看到黄珊珊昨公开的行程，有甲市长挂问题。甲联合病院总院长邱大成、甲卫生局长黄世杰做伙来开记者会，所以这个病毒是不是冒侵入到台北市政府，嘛将做大家注目的焦点。啊，到目前为止，包括瓜分特在内，密切接触的市府的官员，快筛拢是阴性。今日一透早，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伫面前抛出一张相片，两条线快筛阳性，黄珊珊嘛未着病毒。黄副市长在今天晨会的时间主动通报市长说，他因为喉咙有点痒痒的，所以去做了快筛，那么结果是阳性的。市长在晨会结束之后也随即做了快筛，结果是阴性。黄珊珊主动通报了后，市会会议已经在线上进行。黄珊珊嘛讲，这是当案上的代志，伊早就有心理准备，已经把所有行程取消，等 PCR 体检。台北市疫情严重，黄珊珊的行程嘛真满。来看伊伫昨十号规工的公开行程。黄珊珊唔那种是出文山区车来坐快台站，高雄市长郭文铁、台北市防疫副指挥官联合病院总院长邱大成、各卫生局长黄世杰等等共同。开防疫记者会，病毒感染入侵台北市政府高层，嘛变作大家关心的焦点。到目前为止，郭文铁快筛是阴性，黄珊珊嘛遵照规定伫厝内隔离七天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